来，下一个我讲什么呀？他说欲望冷静啊，欲望冷静有哪些约束？这个稍微多一些，同学们，咱们先说这个什么叫欲望冷静啊？来，欲望冷静的作用是什么呢？限制使单元格的数据正确，是不是单元格的了？它是不对照此列的其他的单元格比较的，什么意思呢？咱们说主键和唯一约束是不是相对于这一列的其他的单元格的数据比较啊？对不对？而欲望冷静呢，是不是限制此当就是当前单元格啊？它参照其他单元格数据吗？不参照，对不对？啊，那么欲代表的什么呀？就是单元格，代表的是范围，同学们啊，代表当前单元格的数据的范围。那么这个完整性约束有哪些呢？大家看，数据类型本身就是一种约束，是不是啊？对。你比如说，同学们，你写个 int 类型的，你等字符串进去就报错。是不是同学们？是。但是这个奇葩的问题是，这个小矮人呢，我试过，你这印在类型的数据，你插入字符，它照样能进去，它自动给你转换了啊。那当然，这个转换的操作是这小矮人软件才做的啊，能理解吗？但是如果在 DOS 命令窗口下，你直接插入这个MySQL 数据库，它就会报错，能理解吧？哎，所以你这个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有同学回去试的时候，哎，我插入这个字符串，啊，它怎么一样能进去呢？它给你转换数值了啊。这其实这么做不好啊，是不是啊？这小海豚这么做不好啊。数据类型里面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说过了啊。还有什么呢？叫非空约束。No， 什么意思呢？咱们说的嘛，咱们写个行程表啊，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为空，同学们。假设你学号也填了，什么都填了，就姓名没填，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这条数据？有意义吗？是没有意义啊。你这一行数据都填了，姓名不填，那谁知道你填的谁的信息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姓什么都不填，是不是姓名也得填上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姓名是不能为空的，就叫非空约束。你姓名不填，他就给你报错，能理解吧？还有叫默认值约束啊，你不给值，他默认给你个值插入进去，能理解吗？哎，那给值了呢，就保存你给的那个值，哎，期待了，能理解吧？还有一个检查约束，咱们说过，说性别等于男，性别等于女，这时候是不是只能添加男或女啊？添加别的不行，对不对？但是 MySQL 不支持，啊，Oracle 还有这个 SQL 其他数据库都支持啊。检查约束就是 MySQL 不支持，大家知道就行了啊。来，我这个完整性约束我捡几个，几类啊？一个、两个、三个，是不是啊？啊，那么其他数据库还有检查约束，是不是四个呀？对不对？你后面会学到 Oracle 的吗？你给我记着 ，Oracle 里面就有这个了啊，检查约束。好了，那么数据类型我不用演示，同学们，咱们是不是一直在写数据类型啊？咱们数据类型是不是三大类？什么数值类型、整数、小数，对不对？日期类型还有字符串类型，啊，对，叉和叉，对不对？啊，这么三大类我就不说了，同学们啊。那么非空约束咱们给他演示一下吧，来演示一下啊。我把这注释咱们拿过来，把这表还先给它删掉啊。来，为了节省时间，我就 Ctrl C 在这儿 Ctrl V， 这个没说非空，是不是啊？你加上唯一约束，同学们在咱们买 SQL 里面你已经看到了，多了空值是不是也不报错啊？是不是啊？这怎么办呢？ Not UL， 是不是啊？这回咱们这执行，同学们走刷新啊，看这个数据啊，来我刷新，这是一，这是 AAA 啊，这是二，是不是啊？来，我不给值了，刷新。大家看，说不能为空啊，直接报错，你给上值就没问题了。来，再来刷新，说成功了。非空约束是不是对你们对咱们这一列的数据怎么样？限制不能为空，对不对？不能为 not， 你必须得填，不填那就报错啊。可以吧？这个非常简单啊。那么默认值约束怎么去做呢？你们比如说性别，是不是啊？性别啊，咱们给个值，那么 default 男生比较多，咱们是不是每次都不用写这个性别了？对不对啊？那这样来，把这咱们先给它删掉，我再加一个，同学们啊。
那这我再领你们写几遍得了。Credit E Credit T A B L E Table S T O D E N T 是不是这表啊？嗯。括号结束，我们给它分开。这里面是 I D Int 是不是啊 ？P R I M L Y 以后给我记上，你们是不是每次咱们 I D 都是主键呢？嗯。这个主键加上哪个？你们听我说啊，什么时候这个列适合加主键？就是这个列不经常改动的时候，是不是啊？且唯一，是不是同学们？那么如果一个表里面，同学们啊，咱们这个姓名，你比如说这样吧，像 QQ 腾讯那个 QQ 是不是需要注册啊？那么那个这个它肯定有一个用户表，对不对？那哪一列是主键呢？对，是不是你注册那 QQ 号啊？对不对 ？QQ 号不能重复啊，是不是同学们？那它就是主键呗。那么如果一个表里面你就没有适合主键的这个列怎么办呢？你就添加一个 ID 序号作为主键就完了，是不是同学们？添加一个序号作为主键就行了，别困啊，我们同学互相这个看一看监督一下啊。来，主键咱们加完之后，同学们啊，我再加一个什么呢？这个大家注意啊，Auto increment 并不是只能加在主键上，懂不懂？听我说，我补充一句啊，这个 Auto increment 是不是自动增长列啊？对。我可能有一个叫，这座位是不是这么写？座位。啊。你就我不写了，同学们，就是座位号，同学们是不是有都有座位号啊？嗯。这里面我可不可以让它自动生成这个序号啊？可以。一二三四，是不是自动生成啊？哎，你这来个学生之后，我就咱们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同学们，你看这里面这个表，我再写个座位号，是不是？第一个来报名的学生，是不是他座位号是一啊？第二个再来，同学们座位号是二，我这一二三，我用每个都填吗？是不是让它自动生成序号就完了？能理解同学们？嗯。哎，所以这个 auto increment 不是只能加在主键上啊，是不是加哪个列上哪个列就方便去添值了？对。来下一个 name。啊 ，VR CDR 挖叉，咱们写50，这个怎么的 ？Not no， 都不能为空啊。如果不想要重复呢，就是 UNIQUE， 是不是啊？啊，好了，那么下边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是 ADDRESS 的 address 是不是地址啊？地址。啊 ，VR CDR 这块咱们写上，100哈。那这时候你们，比如咱们说有好多学生都是北京的，对不对？嗯。啊，或者上海或者广州，就是等等好多地区，同学们。那默认有好多都假设是北京，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填了？怎么做呢 ？D E F A U L T， default 是不是啊？那这块咱们是不是可以写上北京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再来执行啊，来走。刷新，把这打开，刷新啊，来，这是一，不用写一是吧？嗯，这是 A A A， 你这里都已经上来了是吧？嗯 ，B B B， 再来一个，说 C C C， 这个来，上海吧。看看数据没，同学们，这没问题啊。那么插入数据看一下，同学们啊，这我就写个 insert 语句了，来 ，ins ert insert input student， 然后 vlues 括号，大家注意 ，id 是不是自动增长的呀？嗯。你是不是不用给值啊？那怎么办呢？那个？我这么的啊。所有数据库都是支持这么写的 ，name 是不是 ？A D D R E S S， 你是不是不用给那个了？那后边就给俩值就完了呗。这里面 D D D 是不是 啊？那么第二个同学们，我不想给值，就给一个北京，是不是？那我还再写北京吗？那怎么写啊？那不给一个值还报错呢？这么写是不是报错啊？啊，这肯定报错，是不是数量不对啊？怎么办？哎，一种方式把这删掉，这是不是不报错了？好主意，执行啊。那咱们再刷新，是可以啊。啊，那么另一种方式，我要不想删掉呢？闹啊 ，N U L L 是吧？
你要闹的话同学们，那咱们再来刷新。哎，怎么回事？啊，应该改了是不是？一，这是不是不能重复啊？来执行，再来刷新，你看，大家注意这个怎么的？这是这个大家注意这个 default 跟 not 值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要不允许有空，是不是得写 not 和 not 啊？但是这个 default 是不管那个事儿，你加入 not 它就是 not 值了。我哎，我就想给值，同学们，我给你写个注释吧，这怎么的，同学们？这个他会把什么呀 ？null 插入表中。其实这么写不太准确啊，你这 NL 插入表中这里面对吗？这个就没插入数据，其实对不对？你插入表中是不是得有数据了？闹值是不占空间的，你大家能理解行了。那么怎么去做呢？哎 ，default 是不是？嗯，关键字啊，这改了吧？来执行，是不是成功了？嗯。刷新，你看是不是可以啊？哎，也就是说你这块给什么值它就插入什么值，你要写 default 是不是把默认值弄去了？嗯，啊都行啊，能不能理解同学们？行啊，啊默认值就做啊，有没有问题同学们？来看看，来哪块没看懂的？不写前面那个 ID， 前面那个括号的话啊，什么不写前面这内码 address， 然后 ID 直接怎么写啊？来，你们问我这样的啊，说肯定 C， 咱们说 ID 这个，我就前面这都不写是不是？那你就这么写 null， 这么的，再来一个来。但是这个同学们，你这个了解就行了啊，这是 MySQL 里面知识，别的书就不好使啊。执行是不是成功了？一行收音响，对不对？来，咱们刷新，是不是又进来一个？啊 ，MySQL 中可以使用啊。好了，我把这个粘过来，这是不是默认值啊？肯定 C， 放到哪儿来啊？默认值是不是这个？